来，大照片的女生看一下我这边哈、哦，看哈、哦，这个蕾丝就是发饰蕾丝了。你很难大照杯找到这样漂亮的发饰蕾丝吧？而且我跟你讲，重点是里面没有厚垫。哇！有没有延伸上面罩杯的地方都是这样？所以就是代表它真的很薄很透气，完全不会闷。我说这是一件漂亮的大罩杯，有点算是机能款，然后日常穿的无钢圈内衣，然后下摆呢还有这个漂亮一点点蕾丝的点，你看这斜边，超高的虎皮背肉，你看哦，四个颜色哦，绿、墨绿绿、蓝色，其实蓝色也是，蓝色再多讲一点，这个黄，很漂亮，美吧？黑色，一个黑色，是内裤，看一下。天哪，他内裤太可爱了，很梦幻吧？然后这裤底呢是蚕丝加莫代尔的，34、36、38、40 ，D E F 都可以穿。大胸女生看到你今天真的赚到了。